大家好，我是十方潜能中心的设资员。对，那我们目前在我们的二手商品馆这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些食品啊，还有捐物的部分。那这些食品跟捐物的部分啊，都是民众做的爱心捐赠。对，那我们目前就是我们中心会把这些物品会把它贩售出去，来补足我们中心目前募款不足的部分。那像我们中心有一些复健治疗的经费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烘焙班学生其实也是没有收费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些经费就是把它捐到我们中心来，就是来做我们这些经费的运用。那目前啊，二手商品馆这边收的像食品类啊，我们可能会是以一些干货为主。那食品类的部分可能就是像一些企业会做捐赠，像维他露啊，或者是一些公庙他们平常在做拜拜的时候也会捐赠我们一些平安食品的部分。对，那食品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是会是希望说他能够捐来的时候会是以保存期限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的食品为主，然后可能保存上面会比较容易保存的为主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物品的部分，那物品的部分我们其实只要能够卖的我们都有收，不过目前会是比较欠缺的是电器类商品为主，因为其他像衣服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的数量目前都还蛮充裕，足够贩售的。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的那个中心啊，还有一个水饺班的部分以及烘焙班的部分，那我们在二手商品馆这边啊也有做水饺的贩售，民众也可以来多多消费，来帮我们就是关照这些孩子，让他们有更多的工作能力，能够就是自己更有自信这样子。在我们的二手商店这边啊，就是也有贩售我们水饺的部分哦。那水饺我们目前中心其实有两个班级，有烘焙班以及水饺班。那我们这边会训练孩子来做这一些相关的产品。那烘焙的部分啊，我们这边就有接受外面的一些订单，制作餐盒的部分或者是面包的部分。那烘焙班这边的餐盒一个原则上是80块钱以上，我们就会依照您这边的预算来做里面内容物的搭配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水饺的部分，水饺目前我们水饺班有两种口味哦，就是高丽菜以及韭菜水饺的部分。那有20路的以及40路的，20路的水饺一盒是100。不好意思，20路一盒是80块钱，40路一盒是150块钱。那我们在二手商品馆这边现场都有一定的数量可以来做贩售，所以欢迎您就是来逛这边消费这边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水饺，就是我们的水饺就是还蛮大颗，所以就是物超所值，而且料很实在，然后每一颗都是我们的学生就是用心去制作完成的。对，那这个是我们的学生作品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大坑圆环这边呢，也有一间二手那个大坑圆环这边也有一间这个那个伴手礼商店。那在伴手礼商店里面，我们目前有禁用2位我们的身心障碍的孩童在这边进行工作的部分。那伴手礼店的部分，我们就研发一些大坑的名产，像竹笋酥的部分啊，或者是芋圆酥的部分。所以欢迎您就是如果有空来大坑这边走走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伴手礼商店这边来逛逛，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如果您的公司行号或者是个人要送礼，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采购来送人哦。谢谢老师，请问一下相关的地址电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目前中心的地址是在北屯区横坑巷77-2号，这个是我们机构的部分。那我们平常是1到5的时间，我们都会有一些孩子会到我们中心来上课，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上来参访的话，也欢迎这段时间可以上来看看。那再来，我们的电话是2239-3008，2239-3008。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中心电话来跟我们做询问。那在手商品馆的部分，我们的电话是2439-2401。2439-2401，我们的地址是在北屯区环中东路2段198号，在北屯区环中东路2段198号，在我们的74号以及东山路口这边有个军服宫的后方，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可以过来这边跟我们做消费，支持我们哦，谢谢大家。哎，老师，请问一下，你除了电话联络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窗口？就是我们在 FB 上面啊，也有创立一个我们的那个社团，是十方潜能中心。您只要在 FB 上搜寻打"十方潜能中心"，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相关资讯了。